只要志忠愿意甲天命做伙，放弃彭佳怡，我一定伫上短时间内，予你坐等于总裁大位。安尼，我先多谢大兄。我甲你讲，你莫想讲伫遮侪人面头前挑工假可怜、假委屈，安怎？你叫志忠较忍耐，我即马才来甲你讲，我忍耐你已经忍耐真久啊。法师，我知你对我叫冰村做细姨有淡薄仔无谅解。也不过我是真心真意在你爱冰村，我相信时间若久，恁就看会出来。而且我今日来这主要的目的，是为着恁，为着天命，为着咱黄家的未来。我的时间真宝贵，你只讲重点。大兄，天命来找我参详，伊讲只要我肯出面，组织志忠甲彭佳怡订婚。伊就会请你和我重新坐去你超人总裁的大位，所以我甲安娜来确定讲，这个条件是毋是真的？天命啊，原来你还袂死心嘛？妈，我嘛有想要放弃啊，啊，不过我的个性就是还阁有希望，我还想要全力去争取。天命啊，你做得真好。大兄、大嫂，为着天命的幸福。为着要说服冰村甲天命斗三工，我是用完尔济脑筋，啊乌头毛拢变白头毛啊！啊，希望我的苦心，恁都要看在眼内，记在心内呢。唉，那真是是安尼，我伫遮先甲你讲多谢，大家拢是一家伙，也免遐尔客气啦。只要你有了解，我有替你用心替天命斗三工，安尼就好啊。爸。既然你学了我做了真对，那安尼你是同意阿姐开出来条件哦？天命啊，我讲过，为着你的幸福，我一定尽全力来帮助你，让你得到志忠。明翠，我即摆已经答应你，只要志忠愿意甲天命做伙，放弃彭佳怡，我一定伫上短时间内。你坐等于总裁大位，安尼我先多谢大兄。多谢你。谢你。志忠，你这么安尼是咧创啥？阿伯，志忠没用乖啊，伊完全好玩了呢。你给我点点，你若是无甘愿照顾志忠，你免勉强。啊，爸，你别误会啦，是安尼啦，是我家己要试看卖，无用乖行路，甲家己无关系啦。志忠，拢是你甲这个查某先歹去啊，伊才安尼甲我大细声，无大无细。爸，志忠，你先别讲。阿伯，我知影有几下届，我因为直话直讲、直立直行，互你感觉我真无互你面子啊！我嘛有咧检讨我家己啊！阿伯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决定要嫁予志忠啊！啊，就是讲未来你嘛是我的爸爸，所以我会尽量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改善咱两个关系啦。袂赴啊啦！即马才知影家己爱检讨、爱改进。这叫做后知后觉，你和冰村两个人的伤害已经造成啊，现在才想要弥补，已经袂赴啊。平安啦，啊，难得现在家己想要尽量调整家己的脾气，好声好泪来面对阮爸爸，你应该鼓励才对，你嘛要考考阮爸爸，莫这么爱计较。啊，你现在颠倒是，遐查体会到，你安尼做干着？彭佳怡，我现在用坦白跟你讲，你这摆害志忠伤到这么严重。我心肝内根本就无法度对你谅解。家在志忠伊运气好，命中有贵人啦，有天命这位救命恩情人抽血予志忠，志忠这条命才能救倒转来。啊，若无，你们五硬讲我这世人会原谅你啦？哼！杨春，啊是又搁发生什么代志，需要发遐尼大的脾气啊？你莫问我啦，去问你这个未来的好媳妇。妈，根本就无啥物代志啦。
还是爸爸针对家己借题发挥啦。平春，你看你这个宝贝后生，搁一直咧暗护伊啊。我讲将来哦，伊若真是入门了后，大家拢听伊，伊对你哦，就会更加无大无小安尼。啊，你希望伊会尊重你，啊嘛希望伊对你好声好咧。我看吼，这真正困难。你干哪？你搞对不对？志忠，你莫生气啦，跟我同款，下阵咧去啊，忍一下都过去啊。方嘉怡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忍一下就过去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莫想讲在遮侪人面头前挑工加可怜加委屈，安怎？你叫志忠较忍耐，我即马才来跟你讲，我忍耐你已经忍耐真久啊。爸，有话敢袂当好话讲？一定要这么激动，这么生气？我为一个后生，去让这个查某害到袂用团装接待，我敢会袂激动、袂生气？就是讲嘛，彭佳怡，啊，阮志忠以后袂使你真欢喜心，也是讲，你本来就希望伊的后代，敢若像你腹肚内底迄个尔，那呢以后就无人会甲你来抢财产的事。爸，你叫这个查某点名吗？志忠。歹势，当时我唔好，是我害志忠受伤，去影响到伊的生育能力。我绝对会好好照顾志忠后半世人。咩？彭佳怡，你这叫做讲剩一个嘴皮，搞予人一个糖仔吃，这叫做假好衰啦！志忠为即马开始，无需要你照顾，你上好离远远远，莫搁来受伤害到。对啊。人讲好查某是有帮夫运，若是歹查某，敢若有带衰运。彭佳怡啊，自从阮志忠实在你了后，就开始风波不断，甚至有血光之灾。我看吼，你也是回去好好检讨一下，上好是秘伫厝内底，乖乖拢莫出来。呀，若无你若一出来，阮志忠又搁要让你带衰啊！你两个，久毋要伤过分，我甲你讲。我会好好反省，好好检讨。我知影这一切拢是我引起的。爸，你是高血压病，我无假性，脾气硬起来，找家己开刀。家己这么用心，把哥哥照顾，你不但无把乌龙锁顶倒阿妹。丁春，阿志忠的伤嘛已经得要复原啦，你何必就将是不是家己将志忠害受伤的代志，佮提出来讲啊？这件代志是有甚物好冤，我实在想无咧。志恒。嗯，多谢你替我讲话。阿公，我害志忠受伤是事实啊，所以阿伯伊要责备我，我一句怨言都无。